今日讲气象，详细的天气报你知。接下来时间到，气象博士加新兴博士你好。诶，阿顺你好。博士头仔伫个新闻伫个报讲哦，日本伫个落大水雨，安尼杉杉丰太的中心，虾米时阵会登陆日本呢？博士请讲。哦吼，即马看起来差不多拜三暗甲拜四的透早，杉杉丰太可能伫日本九州即附近吼登陆。哦，咱先来看卫星即个温度，咱哦台湾即部分吼，咱即马山区吼开始伫落西北雨，特别是台中以南的山区吼，西北雨较明显。咱卫星即个温度，咱呾看了差不多伫台北的即个东北东。诶，这个方向1270公里这吼，就是咱讲这个中度风台杉杉啦吼。啊，伊即嘛是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吼，往西北西的方向伫走。未来对日本的影响是安怎样啊？吼，咱都爱来看预测这个气流图吼。咱台湾部分未来一礼拜算讲啊，较无明显的这个系统吼，咱主要是西北雨这个天气。啊，明仔载甲礼拜有透一挂西风甲西南风。哦，所以咱中南部花海遮吼，伫半暝啊，甲隔日透早云较高，啊有当时会喷淡薄仔雨。杉杉丰太吼，明仔载速度可能变慢，表示吼伊方向要有一个转势。后日透早开始吼，当作即个北北东的即个方向，往日本的九州的方向伫走。啊，目前看起来中心可能伫拜三半暝啊，甲拜四透早吼，伫九州即附近登陆。拜四甲拜六即几天吼，可能对日本的影响时间真长，差不多有三天吼。提醒咱的好朋友，若是讲吼对日本的朋友吼，爱特别注意杉杉丰太的这个影响。啊，另外吼，咱为预测这个气流图嘛，头下看到差不多九月初开始吼，咱就是爱注意吼，伫南海甲菲律宾东边这边，可能有一挂热带系统发展的这个机会。咱的雨水的部分，今日暗时甲明仔透早吼，南投啦。甲高雄这边山区哦，同款阁喷淡薄雨。明仔中昼了吼，咱是山区有一挂西北雨。未来五天的部分，咱拜三甲礼拜同款是中昼了后，山区吼甲我山区这边的平地较有西北雨。啊，拜三甲礼拜吼，因为这个透较热，这个西南风，中南部的花海吼，伫半暝啊甲隔日透早。温较高，啊有当时会喷淡薄雨，所以咱今日天气即个提醒哦，大致上未来一礼拜吼，拢是西北雨即个天气，吼伫山区较明显。啊，拜二甲礼拜吼，咱受到较弱的即个西南风影响，中南部花海之后较会喷淡薄雨。咱若讲拜三吼，甲礼拜可能伫日本的朋友爱注意杉杉丰太对日本可能即个影响。啊，当然另外咱是礼拜了后，就爱注意菲律宾。到南海这边可能有地壳发展的这个机会。以上是咱今仔日的甲你讲气象，即马甲时间交予咱的主播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